整体而言呢，五菱星云的实用性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在实用的同时啊，它还能满足很多人个性化的需求。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这台车开起来到底怎么样，大家多看看我们的视频，我们会再向五菱借车。 A few moments later， 感谢大家支持，在五菱星云正式上市前，我们就把它借回来了。书接上一回，我们静态体验了五菱星云的外观内饰。那今天我们把它开了上路，它的回头率确实十分高，而且坐着也很舒服。在外形独特程度以及空间实用性表现上，它确实称得上是模范生。可是这台车在动力跟操控方面的表现又能达到燃油 SUV 模范生的标准吗？今天我们就来抢先测试一下。五菱星云使用了新一代超级燃油系统，有着 2.0T 的动力， 1.0T 的能耗。这台车的综合马力是到了177匹，峰值扭矩320牛米。在这种动力水平下，这台车的综合油耗只需5.5升每100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就是用大黄蜂科迈罗的动力跑出了本田飞度的油耗，你说强不强？这台车之所以能做到鱼与熊掌兼得，是因为它使用了一套电子式 DHT 变速箱，配上一台最高热效率达41%的2.0升阿特金森循环混动专用发动机。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大家听得多了，可是电子式 DHT 变速箱可能大家就不是很熟悉了。传统的液压式 DHT 变速箱，由于油液这种介质存在，不仅会带来阻力，造成能量损失，而且还普遍存在冷车啊低温情况下油液变粘稠，导致电驱转直驱的时候出现顿挫的情况。而电磁式 DHT 变速箱使用电磁式离合器进行前后齿轮盘结合，其综合效率高达98%。除了效率高之外啊，电磁控制还有着故障率以及维修成本都相对比较低的优势，日常使用还是比较省心的。那这台车开起来呢，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平顺。车辆在中低速时，电磁式离合器处于脱离状态，由驱动电机直接驱动车辆行驶，发动机只发电；而到了高速时，电磁式离合器通电结合，由发动机直驱轮端驱动车辆行驶。但是我几乎感觉不到车辆什么时候从电驱转为直驱。当然了，除了平顺不顿挫之外，这台车的起步反应也是十分快的，320牛米的扭矩可不是吹的。不过我知道一些枯燥的技术讲解你们可能不爱看，所以我们直接做个趣味挑战吧。我们将通过扯桌布小游戏来测试五菱星云的起步能力，这非常考验车辆起步时的加速度。规则很简单，将绳子两端分别连接在车辆和桌布上，车辆从静止状态起步拖拽桌布，桌面上临时不掉落即为挑战成功。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开始挑战吧。首先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挑战30米距离。看来这对星云来说太简单了，我们把难度升级，挑战25米距离。要知道一些30万级的 2.0T 车型都未必能成功，看看星云的表现怎么样吧。果然啊，星云0.1秒的超快起步反应没让人失望，320牛米的大扭矩真的名不虚传。要不我们再来试试20米吧，20米能不能成功呢？大家可以预测一下。没有问题，20米同样挑战成功。厉害啊星云，我觉得它的表现比很多 2.0T 的车型还要更强，因为这套动力确实反应又快又平顺，开起来太爽了。可刚才也提到了，这款车是 2.0T 的动力， 1.0T 的能耗，那它的实际油耗又怎么样呢？话不多说，出发测试吧。这次我们仍然以鱿鱼游戏的路线为标准，从广州市区出发绕城一周，总路程超过100公里，包括50%城区道路以及50%高速道路。测试过程中我们使用了 Eco 模式，并将车辆的动能回收力度调到高，另外测试过程中的空调温度设定为22度，风量为1档。行驶过程中呢，尽量避免急加速啊急刹车，这些多利用滑行以及动能回收，整体驾驶风格是比较温柔的。但是啊，测试过程还是会跟上车流，并没有为了做出好成绩而龟速行驶。出发前加满油，绕城一周，回到加油站，通过结合表显油耗以及实际消耗燃油量来测试五菱星云的实际燃油经济性。那
趁着测试的过程，我们来说一说这台车一些驾驶感受吧。首先动力就不用多说了，确实十分强劲。那让我最惊喜的是它的 MVH 表现。50型的车头前围啊，覆盖了静音钢板，发动机罩呢也采用了密封条，整圈密封，全系标配了隔音前挡玻璃，能够有效优化发动机噪音。本来在市区用的就是电驱，而且车上还有很多隔音材料，作用也很明显。我觉得50型的隔音表现比同级别的合资车要强太多了。这台车底盘表现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首先这套大沙发本身就很软，再加上舒适取向的底盘，这台车开起来就很舒服。而且在过一些坑洼路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台车不是单纯的软，它是有质感有韧劲的。最后来说一下辅助驾驶功能啊，50星云只配备了定速巡航，虽然这算不上多么智能，但是也能满足绝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了，毕竟这是一台以刚需为主的车型，50星云给到的已经够多了。现在的行程已经过半了，我们跑了已经超过50公里，目前平均油耗是5.1升每100公里，在市区道路能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期待一下这台车最后的油耗会是多少吧。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终于结束了测试。今天我们用开了108公里，表显的综合油耗是4.5升每100公里。当然了，我相信啊，有很多人会觉得表显油耗是不准的，所以我们也重新加满了油，一共加了3.64升油。加上108公里里程呢，我们综合折下算来，它的油耗是3.37升每100公里。这个油耗表现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里面讨论一下。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50星云在动力方面完全称得上是燃油车的模范生。由于搭载了新一代的超级燃油系统，50星云不仅动力强，而且能耗也很低，各方各面都胜过传统的燃油车。那它的颜值和空间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个性化的外形，吸睛程度相当高，而且实用性也丝毫不亚于任何一款同级车型，在颜值和空间方面它也都是模范生。所以说50官方把这台车定位为燃油 SUV 模范生，我觉得是当之无愧的。相信这款定位刚需之上的车型在上市之后一定能抢夺不少市场份额。那你觉得50星云会取得怎样的销量成绩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哦。